場時什麼都沒有開，都有機的，不至於完全什麼人都沒有。好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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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冇飛啦！我依家出發啦，耶、！運氣相同。今日係我嚟到台灣嘅第二日啦，咁但係就係14日隔離入邊嘅第一日嚟嘅啫，咁究竟呢14日我會唔會悶死啦？咁同埋我會喺呢度做啲咩嘢咧？咁我就一有啲特別嘢，我就會拍俾大家睇下啦。每日其實最期待咧就係撳鐘話有飯個 moment， 因為會好想知道佢俾咩我食。唉，人生真係咁嘅意外啊！我嚟到第六日，今日想拍嘢啊，佢黐咗線啦。佢好似又～想正常翻喎，咁究竟你係有冇問題嘅咧？我都真係唔係好知喎。嚇，你有冇事啊？你好翻未啊？我個拍攝器材壞咗之後，終於都有翻一個新嘅拍攝器材啦，耶、！開始。冇其他嘢講。拍運氣，我覺得係73。个凶手是呢一位，好啦，我挑战完啦，系挑战失败咗嘅，因为我系自己估错咗个答案。我觉得自己一个人解闷都一流。終於捱過了14日隔離啦，咁今日咧就經歷了轉酒店啦，咁樣，咁依家終於都 settle down 咗，咁啊，其實我都係喺度工作。咁我係預備緊未來幾日咧，就會同柏隆台灣嘅同事見面，我係非常之期待嘅。咁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喺台灣睇到啲咩嘅話，記得繼續留意我哋啦。多謝，拜拜。